看你妈画了，没有。好点心的，看你妈画了没有？这玩意儿咋变黄了？保皮是保你的顶多就行。这妈妈，这个还是不如我的抓抓吃，你看呀。刚出炉的烤榴莲，班长煮一个让你尖叫的丸子，现煮现卖，吃完免费加餐。我在妈妈的炒粉里面放了芥末，妈妈你开不开心？你也该不会还没吃到吧？你吃到了没有？我都吃过了。我来吃点藕嘛。还有一串藕，多少钱？三块。妈妈，我要来个火腿肠。好。姐姐要来。烧三个，我不是愿意给我吃。哎呀，你这不是养猪，你这倒一个，你要去吃别人的健康。你放一个。要不好搞。在吃啥？红酒吗？那咱吃啥对不对？来，买看那个吃的。今天咋子了？吃一波哈，吃吃呢。